如果你是土豪，家里刚好缺少两件陈列的艺术品，今天这期视频分享给你。它是索尼在1994年发行的机械艺术品，索尼的高官再三叮嘱我要好好的善待它们。今天我第一次开箱分享给大家。这个机型本身就有着特殊的意义，它是为纪念沃克曼15周年特别设计和推出的机器。全身的镀铬和木盒的加成让它更显高贵。想看音质测试和功能测试的朋友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，今天我们就静静的欣赏它的容颜。